Hello， 我是海滨太太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，去全联买的吐司可以怎么做出好吃的韩式早餐呢？尽量可以越接近它原本早餐的样子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就是其实你家里有任何的肉都可以，然后去全联买一个只有23块钱的吐司，然后一点点生菜，然后重要的是要有美乃滋，然后还有一个韩式的辣酱。好，非常简单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先拆开这个面包。